八百五十一页啊，八五零，请合掌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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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八百五十页，倒数第三行，经文：譬如有人一专为义，一人专望，如是二人，若逢不逢，或见非见。啊，就像一个人，那么甲如果专义，那么乙如果专望。 那么这两个人呢、啊？啊，若逢不逢啊，若见非见呢、啊？啊，有碰到啊，就跟等于没有碰到一样啊；看到呀、啊，等于没有看到一样。这此名单意无意啊，譬如现在的世间有两个人，这指亲友之属，一个人专心为义。 意念此亲友，一个人专意他物，忘其亲友。如是是指上面一意一忘。由此两个人呢，若逢不逢，若见非见，啊，那么若逢或者是见，是对专意的来讲；那么不逢非见呢，是对专望的两个人啊的另外一个人来说。 这两个人，譬如佛跟众生，意就是意念，记持不忘，曰意；也系缘不舍，叫做念。啊，用这种方法呢，看起来啊最辛苦，但是收到的效果最好。啊、看起来啊好像是最基本的。 哎，只要记持不忘，叫誓言不舍，啊，这个叫做精进呐、啊，哈。那么一专为意比佛啊，念念众生，哎。那么一个人专望呢，是比喻啊，众生啊不念佛，佛啊专意众生，有两种意思：一佛界大悲愿故。 关键，一切众生与我本来同体，我今已成正等正觉，已得涅盘。众生呢，尚在轮回，不了生死，所以运这个大悲愿啊专意众生。第二，佛啊，具这个平等心故，佛在因地上啊，啊，因地就是在发愿的时候，哎，发愿。 的时候开始实践他的诺言，开始修行，这个叫做因地。这个因地呀、啊，有分理呀、啊，啊，跟事。理呀、啊，就是说，哎，了解自己就是佛，所以啊，发这个佛的心。可是事想上还不是佛，哎，事想上就必须一步一脚印呢、啊，来修持。所以啊，理因跟事因呐、啊，啊。 不一样，这佛在因地为菩萨的时候啊，善念念不舍众生，何况啊，今成佛是大地众生呢、啊，皆如一子。诸位如果有这样的大悲心呢、啊，你就可以原谅那些愚痴所有的众生。所以在座诸位，你一定要学了一个健康的心态。什么叫做健康的心态？ 你来活到这个世间，你一定会看到一些你很不喜欢看的众生，他那个行为举止啊，哦，好吃啊，懒做啊，或者是啊，啊，到是啊说说说是啊说非啊，啊，或者那一只嘴巴完全失控啊，你一定会看到那些他们一切众生的身口意的举止很不如法，或者是很不合跟佛的法不相应。 但是你必须要调整你的心态，在这个世间，它叫做正常。一定要调整你的心态，你没有能力去改变世间所有的众生活在你的心目中的标准。你要活得快乐，必须用更宽广的心态来面对千差万别的众生，这样你才有办法走完下半辈子，否则你会活不下来。 你一直想去改变他，你一直想去改变他，你有多大的能耐想去改变一个人？一个人那种固执、我执、我见那种分别心卡在一个观念里面，谁都没办法。在这个世界，如果自己不改变自己，佛现在你的前面都没有用。记住师傅这一句话：四大地众生皆如一子。 要有灵敏心、故意平等心、专意众生，所以你必须要有个健康的身心，心灵绝对不要去受众生的影响。众生非非是是非非，来来去去真真简简，在如梦幻泡影的世界里面，他不能见到真相，也就一定会迷于假象跟妄想，这一定的道理。八百五十一中间，众生不念佛也有两种意。 以众生障重故为祸业苦，这个祸就是无名的另外一个名相名词啊，叫做祸，哎，无名叫做祸，因为没智慧，没智慧就去去造业，造业嘛就继续去受苦，受苦啦，在这个苦中又想解脱，不但不懂得解脱的真理，又继续去造业。好，比如说啊，一个人身上没钱。 我随便举个例子，啊，没钱啊，那想怎么办啊？那我去贩毒，哎，去贩卖这个毒品。那这个他也知道，贩卖毒品呢、啊，残害人家的的这个身心的健康啊，让人家家破人亡、啊。他知道我自己不好，可是啊，为了赚一点钱呢、啊，好去做这个非法的不好的业啊啊，那么去贩卖这个毒品啊，你看造了这个恶业啊，这个造的恶业那。 不小心呢，夫妻都染上这个毒，染上这个毒。你常常在电视上可以看到，呃、啊，苦不堪言。那苦不堪言，又没有正当的职业，又去借钱，而且借钱到处碰壁，人家不给他，又起祸，起嗔恨心，要又起无名心。那无名心不重操旧业，又又没有收入，生活在这个现。 现实生存的残酷的世界里面，没钱怎么活、啊？就等于没有钱，等于水鱼没有水一样啊！鱼没有水不会活啊！啊，人嗯，没有钱怎么活、啊？对对,對？那么那公紧追脊追脊追啊，不骨脊没套，椎不追到急。哦，这脊追啊！所以你看这个祸业苦，它就是一连串的迷惑，去去去造业啊！后来那个孩子啊。 呃，也也出生了，这一对夫妻孩子也出生了，孩子也出生怎么样？他不睡觉、啊，他用毒品给他给孩孩子吃，他不睡觉的毒品用毒品给孩子吃。你、那、看、个、这一对父母亲，迷惑了，为现实的生活所逼迫，去贩毒造业。这造业以后呢，本身也染上毒品，夫妻都染上毒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啊，苦了苦不堪言，因为到处碰壁，又又迷惑了，啊。 两个人不好好的学一技之长，也不想了，少钱的不赚，大钱赚不了，呃，又继续迷惑，迷惑继,继续做，又再次继续受苦，一直重复的轮回，永无止境的修息。所以众生要解，想要解决这个痛苦，可是他没碰到善知识，不知道要止恶，要行善，所以这个苦停不下来，六道轮回的苦就更苦了。 不是今生今世的问题啊，所以祸业苦，祸业苦啊！禅福不脱，于人天因果善不肯修，何况念佛法门？所以不念佛。第二，众生自暗呢，以此念佛殊胜妙法，可以断烦恼了生死啊，成佛道。现身念佛，能断一切烦恼妄念，临中往生呢、啊，横超三界轮回生死，寄生彼国圆证不退，即成佛道。 不生信心，不愿往生，所以不肯念佛。是如两人啊，若逢不逢，或见非见呢、啊，如是二人，就是欲上面的佛念众生。那么众生呢，不念佛，所以大悲愿力啊，常念众生，由惑说佛，乃令众生若逢或见，如弥陀啊，化身的风干禅师。八百五十二页，在浙江啊，台州。 天台山为比丘，人即不是；此即若逢，等于不逢；或见，成为非见，都是因为无念佛之力，以及求见弥陀之愿故也。风干禅师是弥陀化身，出自寒山之口。这风干和尚在天台山国清寺啊，住在这个莲米房。这个莲米啊，就是把那个。 骨啊，啊，把它压这个骨啊，脱这个骨壳、骨皮的工具就是碾米。那么当时候机器没这么发达了，我们现在没放进去啊，啊，壳了自己就脱了。哎，现在的技术啊，高超啊，科技发达，以前很辛苦的，有的用拍打的，啊。长旗湖出入，众不知其为何许人。 哎，这个骑虎出入还第一次听到，大概就只有他。我到现在为止啊，看这个 Discovery，啊，或者是看这个，啊，国家地理频道啊，或者是旅游频道，没听说过有人骑虎的。啊，有啊，有人骑虎的话就是照相啊，去养了一只老虎啊，哈，那很乖很乖的老虎，就照照一次相啊，骑在。 站在老虎的旁边，或者是骑上老虎照一次几块钱，几块钱，在中国大陆有看到啊。那么骑虎还出入，表表示这只老虎通通听他的喽。哎，众不知其为是何人呢、啊？有一天呢、啊，风干呢、啊，也就邀请寒山呢、啊、识得啊同朝五台山呢、啊，也与我同行，是我同流；不与我同行，不是我同流。寒山问曰：奴如,如朝五台啊？ 做什么？风干和尚宴，要朝礼文书啊，要朝礼文书菩萨。哎，寒山叶，你不是我同流。哎，你不是我同，我不去。于是啊，风干和尚啊就独自啊行啊来到杭州。那个时候要这吕秋印，啊候补多年，这候补啊就是位列入正式的名单。 啊，等到啊有缺额的时候啊，再行补录的人叫做后补，哎、呃，就像我们的弥勒菩萨啊，一生补处佛，后补佛。那后补多年呢、啊，家贫破产，那个时候啊，神府啊派任台州府知府，这个知府啊是旧旧的时代啊，啊，这个一府的行政首长长官呢、啊。 你是我们现在的县长啊，那么忽然患了头痛之病啊，啊调治啊网效，网效就是无效了。这个风干呢、啊、就特别造访这个昏人，昏人就是守门人呐、啊。这个守门人呐、啊，拒绝不见，说不准不可以。这风干说我特别来救他的命呢，为什么不让我见他一面呢？这个昏人就入报啊啊这个吕。 这个行政首长啊，这个吕，啊，呃、就严见。干啊，风干和尚就说：“你何病啊？”啊，这吕耶、啊、头痛欲裂啊，风干和尚啊就拿那个水一杯啊，我为你治疗，乃为吃咒气，以水至手掌心，向其头三步。 拍一下，轻拍就着扑啊，轻轻拍，及时痛止哦。这个有来历的喽，有这种功力的哪一个不信佛力呢？是吧？随即感谢叩寻大师的法号，祝贺寺庙啊！但就风干和尚就说：“我我就是风干呐、啊，哎，住在台州天台山国清寺啊，李月 世中如大师道行有几人呢、啊？哦，像你这么有修行的大师级的，有有有几个人有这么的有修行的？风干和尚就说我没有道行，但是世中有高僧啊，比如说文殊化身的寒山子、普贤化身的石德，都在国清寺内游化我国。这个吕啊就被被你呀、啊、抽现，风干呢、啊、不受不屑。 不接受这个礼啊！这个吕到任三天，即到国清寺进香，问知客僧说：“是寒山拾得二大师何在？麻烦你陪我啊，往拜见。”这知客曰：“此两人呢是风啊，哎，是风声啊，大人有何吩咐啊？”这吕有一礼拜，知客就就说了：“可以请他过来。” 你也不可以啊！我应当去礼拜圣人呢、啊。因此，来这个厨厨房，这寒山跟石德啊，正在这个灶门的烘火，那讲公天气冷的行会啊。两个人呢、啊，切语切笑，人皆不是哎，因为他也不能讲是两位是什么菩萨来的，所以何意啊？没有人听得懂，大家也不了解他们两个人。哎，所以这个菩萨的视线的，你一定不可能知道。 不可能知道，所以知客就呼寒山似的起来，大人跟你说话。李一见就地啊，就哭，顶礼下去了。两人哦，怎么礼拜我呢？就奔走了啊，不接受，哎，怕折服，那那李追之啊，到寒山岩，寒山岩，哎，那么那那个寒山岩刚好两人可以进入啊。到寒山岩，两人进入啊，这个寒山回首就说啊，贼贼贼。贼 啊，这个风干呐、啊，饶舌，哎，饶舌就是多话啦。弥陀不是你我何为？哎呀，你眼前那个就是阿弥陀佛啊，那化身的你我们干什么呢？还来顶礼我们？这意思就是弥陀不懂得顶礼，却来顶顶礼我们两位。这驴啊，去是严中不见啊，进去那个岩石当中，哎，就看不到了。这寒山拾得啊，自此睡不复出烟。 风干也从此不回国清，圣人硬化人间，既经泄露，不能再留。啊，在座诸位，这个就给我们很重大的一个警讯，跟正确的观念。你我们在这个末法时期，没有办法分辨了、啊、圣凡了正邪，只要你记住，修行依法不依人，就能分辨正邪。再来，如果有的人。 啊，开口闭口就一定讲他是观世音菩萨、啊、来化化身的啦、啊，他是地藏王菩萨、文殊啊菩萨，或者是弥陀佛啊、大势至菩萨啊，或者是弥勒佛再来了。尤其是大圣的这个国度啊，这些传言就特别多，啊，没有一点能力的，到处开口闭口就说他是观世音菩萨附身，他是观世音菩萨再来的，他是观世音菩萨啊代言人。 这些你通通要远离啊！不是在观察哦，不需要观察。这我在观察，不需要观察，直接就离开。哎，你我们这一段你就知道，我有交代的，一经认出你的身份，你是什么再来人，就必须入涅盘。哎，必就必须入涅盘。 不能久留世间呐，啊,啊，所以真的圣人啊，来视线的一定不可能让你看得出来。所以啊，只要在这法会的期间呢，我看有些人流浪汉呐，或者是脸都黑黑的啊，穿的那个衣服好几天没洗呀、啊，走过了还有一股啊香味啊，我心里就会想，因为师父在经典看的很多，这些不在菩萨过来未。 这菩萨过来吼，对,对我的嘛对，温师爷的委屈啊，所以我就讲吃饭呐、啊，哎，吃饭吃饭了啊,啊！他们都说哦，慧法师很慈悲，哎，很慈悲。为什么这个要万一是菩萨再来的话，哦，这个真的就要踩煞板了、哦。阿弥陀，唱嘛唱，这这这得罪圣人就很麻烦了、啊，是不是啊？一动就是鸡。 经过几万劫的、几千万劫的，这个菩萨可不能跟你开玩笑的，造这个恶口，是不是啊？啊，树啊，让让人变得变怎？我你让它个人冰得，咱再给它冰得,得得哎，回归原位的好哎，没要紧。反正是也是菩萨的示现的啊。你在山中啊，检查四季啊，乃于山上啊，石岩、竹木啊，以及乡间啊。 墙壁上抄录二大事，是多少？皆是佛法风示之意啊！现看行一事啊，露此因缘以证佛念众生啊，众生不念佛，若逢不逢或见非见之事十耳。八五三，二人相异，二意，念生，如是乃至从生至生，同一行言，不相乖异。 啊，这个文字简单呐、啊，你只要两人的相意啊，念的越来越念越深啊，那、啊、如是乃至从生到死啊，都是形影不离，有形就一影，有影子就行，不相关意，关意就是呃背啊背叛了啊,啊，此名双意啊不离，两人相意啊二意念深。 是可相见相亲不相舍离，乃至生生同一形影，比作生众生跟佛的念是相同的。众生念佛，就像佛念众生相同，久意不忘。一切时一切处，佛不离心，心不离佛，乃至尽行说，也所不忘。如是乃至从今生以至于他生，同如形影不相乖违离异啊，乃至就是超列此。 超列不但今生常得见佛，乃至往生之后啊，啊八五四，常随佛学，同一形之一影不相违不相离，此形影不离之比喻有恶意存焉。一比喻众生念佛必得见佛，啊生佛不相舍离，啊河底下的意思，河底下就是一佛念佛，见前当来必定见佛。第二。 比众生念佛啊，必得成佛，因果不相舍离。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。就像大势至菩萨以念佛心入无生忍，在座诸位，注意那个无生忍，不是注意那个念佛心，注意那个无生忍。无生忍就是你念佛，就是要念到三昧的功夫。无生忍就是三昧，三昧就是无生忍了。换句话说，任何一种修行。 就一定要正入无生忍，包括念佛。那么你看看，所以说，怎么可以说念佛可以散乱心念佛呢？怎么可以把这个念佛的功夫看成随随便便呢？怎么可以把念佛看作是老太婆啊比较适合呢？在座诸位，以念佛心入无生忍啊！ 这个可不是老太婆啊,啊，啊！如果你真的有老太婆那种功夫，死心塌地的功夫，也算不错，应该赞叹。因为有的年岁大了老太婆，对不对？她全力以赴的，把后半辈子剩下几年的时间全力以赴的念佛，这个还是值得赞叹。 只在极乐国中辅助弥陀弘化，即辅助啊普光功德山王佛赤补佛处，即念佛必得成佛，因果不相舍离。十方如来领念众生，如母一子，若子逃逝，虽忆何为？子若一母，如母忆时，母子立身不相为远。 上一颗两人的比喻用亲朋好友，啊比较疏疏就是距离比较长比较大。这一颗用拇指来比喻呀、啊，那就是骨肉更亲呐、啊。上面五句跟前面一样啊，比意思就是说单意，没有用的，只有十方如来理念众生呢、啊、如子一母，那有什么用呢？对不对？那么下面的四句同。 一双亦不离，又首三句和前面一桩为一，那么次次二句啊，和前面一个人专望。如来就是母亲呢、啊，众生就是儿子啊。世间慈爱最切者，莫过于母亲。子不听教，犹复念念不舍啊。子若悖逆啊，悖逆就是违背正道啊，犯上作乱，叫做悖逆啊。 啊，子若不孝啊，悖逆啊，父母啊，忘恩负德，种种的不孝，母之念或衰，母的母亲的念头也许会衰退，心生悔恨，说啊，谁告这里、个、哈？这块呢，就看不孝子啊，那么佛念众生更胜于母亲呢、啊，呃、啊，因为他是佛了，逆恶重者，佛念更深了、啊，用母亲的念子啊。 慈子一世，母亲念这个儿子啊，只限于今生今世啊，就是慈慈悲心呢、啊，只就是那个只只限于今生今世啊。于是啊，佛念众生啊慈心无尽啊，世世相随，无有退转。只因十方如来理念众生呢、啊，领者就是哀怜呢、啊，念者就是护念。 众生九在轮回啊，备受诸苦，所以为佛之所哀怜。虽然在生死，佛性是不识的，又为佛之所护念。《三昧经说》说：“是佛性者，大慈悲是，慈悲所缘，缘苦众生啊。啊，若见众生受苦恼的时候，如见怒心呢，一把七苦；如母亲禁止受苦，意念之心更无有一言问。嗯” 前面两人，一个专为意，比以弥陀念众生；一个人专为望，比以众生不念佛。云何此十方如来也？时云何此十云十方如来也？答：这个有两意，一就是指弥陀一佛，以三世十方有无量弥陀。 观经言：从下方金光佛刹，乃至上方光明王佛刹，以及中间无量纯数分身无量寿佛，故曰十方如来。二通指十方诸佛，为不为弥陀一佛悲愿如是，也就是十方如来理念亦然，正显佛佛道同故。如果、啊、儿子啊逃世，那么就别呀、啊。 若只逃世，就比喻众生如果不念佛，堕恶趣受极苦。在这诸位经典里面讲啊，是人生如大地土啊，得人生如爪上土。哎、啊，以叫摩尼佛啊，在说法的时候随手抓了一把土，哎、啊，告诉弟子，这辈子得到人生有多困难呢？ 就像我手中这一点点土，那失去人生呢？就像大地土，所以简单讲，这辈子不修行的啦，要不堕恶趣的很难。那每天那个贪嗔痴啊，对不对？那这个账就算不完啦、啊。啊，再来加上嫉妒啊、好吃懒做啊，对不对？一点长进都没有，所以这个堕恶道啊，机会就很大，受极苦。虽以何为啊？ 一佛念众生呢、啊？单意无用，不能成意。问：陶氏以上面的专望是同也，是异也？哎，答：不念佛不能见佛。虽然一佛，若逢不逢，或见非见，不蒙法一则同一样的啊，都不受用。而一则这个人只能专望，但是不肯念佛。佛若意念，或可发心，或能成意。 此逃是非为专望，而且会谤佛，以不信周牵，堕落山土。啊！佛是意念亦复何为？即言无益。如城东的老母，佛有意网度，彼不信佛，不愿见佛，逃入房中。佛以手啊，指这个墙壁啊，墙壁就像玻璃，透明的。哦。 不以两手遮其眼，啊，这城东老母啊，用两个，呃两只手啊，又遮到他的眼睛。我就是不想看佛，啊，孩子不愿见佛。这可以证明啊，单义是无意也。在这一点，你就只要晓得，度众生啊，尽力啊，但是众生呢、啊，能不能接受，就要看对方的态度。 佛法他没办法勉强的，所以我看到了很多的这个母亲呢、啊，或者是父亲呢、啊，很想让孩子学佛，很想让想尽办法让孩子学佛，可是这个孩子啊，一点善根都不，一根菜都不吃，哎，还批评佛教，所以、啊、这个母亲呢、啊、父亲呢、啊、很担心啊，只要一讲，哎，那个都是迷信的啦。 学佛念佛不，肚肚肚子会饱吗？哎，他就是用种种的语言来搪塞自己，这个叫做因缘不具足啊。所以师傅在佛门呢，算是接触佛教啊，应该讲从大一接触佛教到现在啊，将近四十年了啊,啊，应该讲四十年左右吧啊，也看过了无量无边的众生。 那个没上根的，就是没办法，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啊！有的基督教的基督徒来站在外面，他的家人要来拜，进来，然后家人说：“哎，你可以进来啊，见见佛，看看佛祖啊，很庄严啊。”那基督徒两个都在外面，就是不进来，他就说了：“哎，那个是魔，我们呢不能拜拜那个魔，哎，拜了魔，他他。” 来到讲堂，就站在门外。另外一个进来拜访，那我当时就在楼下啊，那那就了解，这有缘跟没有缘就是差很多，对不对？像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啊，有时候大学里面基督徒啊会有团契啊，团契那团契呢，他们就啊唱圣歌啊，怎么样子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有时候。 同学之间会谈到一些宗教上的交换的意见呐、啊，讲的，谈谈谈谈论的时候，嗯，林学长，我讲的你很有道理，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，但是我还是要去信基督教。那没办法，他讲不过佛法的，啊，两句话你就，我们不是是要去问难。 啊，比如说，也有有有,有个基督基督徒的，那我跟他谈谈谈的时候，我说人从哪里来啊？他说人从上帝来。我说上帝从哪里来啊？他说人是被上帝创造的，不够资格问。就像啊，创造人家创造尿桶啊，就撒尿；创造成吐痰桶啊，就要吐痰。人是被创造的，不够资格问。我说那如果我坚持要知道上帝从哪里来，他说你坚持知道上帝就会生气。 就会不原谅你。我跟他讲，我这辈子最不需要的就是上帝的原谅，我要的是你给我一个理性的答案。这个都做不到，啊，所以这这个变成说，我们不能说人家不对，这现在就要看你接受的程度，对不对？我们能够接受的程度，啊，这块人我是在信不了，哇，这就无法度，就，哎，然后他们就开始批评，因为道理讲不通。你看呢、啊？ 你们那个法会花了钱，就开始诽谤佛教。你看那个法会花了那么多钱，是不是啊？你的超度超度是谁看到啊？超度对不对？哦，那你花钱就可以超度，那我们有钱的人就可以超度咯。我说啊，你误会了。法会的重点，它是借重这个因缘，让所有的。 阳间的后代的子孙有因缘来接触三宝，接触三宝以后，他在诵经，在庄严的仪式，或者在在这个梁皇宝忏里面看到哪一句觉得很受用，或者是觉得说，哎呀，哪一部经典讲的很有道理，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因缘来入佛门，接起来护持，这个是站在阳间的角度啊，就是说，我们办这个法会叫做明阳两利。 因为啊，我们的祖先往生，亲朋友往往生，我们借此因缘的法会来亲近三宝，来认识三宝，来感受三宝，是借重这个因缘来度他。法会的重大的意义，在这个地方。平常叫你来，你不会来；或者是你往生了，你的爸爸妈妈往生了，呃，举办一个法会，你才有机会来。来的时候，哇，师傅对我们很好啊。 还要看到法师哇，这个出家人真的是有威仪，非常有威仪。任何一个点，任何一个事项，哎，还觉得说，哎呦，有的人怎么进来的？他说：“慧律法师，我怎么进来的？我在那边外面呢、啊，在吃饭的时候，这些工作的人都很慈悲，很有耐心，而且那个菜呀、啊，煮的非常的丰盛。”他说：“我是。” 被你的心感动来的，你这个法师不怕人家吃？我说我不是不是怕人家吃，是刚好就好了，当然也会怕了，对不对啊？怎么怎么不会怕呢？那那么多人来吃，一很快就倒了，收入不够支出，对不对哈？不过一般正常的来吃没有问题了，不要拿走就好了哈。他说我就是被你的这种胸量感动，哎、欸，你看。 在讲堂的法会，一千多人出出入入，生熟所有的工作人员，包括摘摘饭、摘菜都可以度众生、哎。有一个人哦，就来看过。哎，大陆有一个人说：“哎，师傅，我去那边吃。”一那个公园帮的外公：“哦哦，那个那个不要，那边哦是给流浪汉呢、啊，公园的啊，来来来来吃的啊。” 他说：“哇，师傅你们还这么慈悲，想得这么周到，想得这么周到，连这些流浪汉，皆有，你们都为他想到。”我说：“对，就是这样子。”哎，所以法会的重大的意义，它就是这样子，是一般人他不懂得法会的重大意义，他以为来啊敲敲打打念一念呐啊,啊付了的钱呢、啊、就了事，以为这样叫做超度。 那所以，明阳要两立。就站在阳间的人来讲，他是借中这个机会，来聚集这些后代的子孙，由种种的事项来感化他，乃至看了经文一句咒语，或者是回去梦到夜梦吉祥，一下子就进入佛门。所以每一个人进入佛门的因缘不一样。简单讲，举办大法会就是要让大家。 切入这个佛门的因缘，制造这个因缘，使这个老参的更加的精进，使这个出参的有机会碰到这个阵法。说到这个超度法会，啊，这个太多人感应了，啊，水陆法会的时候，如果说这个十几年来讲堂的成立十几年来啊，只要一到法会，它就会有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，就是你这个。 这个把这个王者的名字一一写错，晚上就有人来告诉你，你把我的名字写错第二天去看，哎，真的写错，这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所以按照经典来讲啊，我们念了七分，王者得到一分。因此，这个法会它的重点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重点就是，师父把收集的钱。 全部就印证研究，再把这些功德回向给所有的王者，回向给所有的在世的人，给他消灾解难。来，因为他护持正法嘛。这个我们讲堂有两次，两次叫做“名扬两例”，一就是法会期间的名扬两例，是我刚刚有举例子了，在第二次把其中所有的钱。 扣掉成本，集中所有的收入，再做一次的印，很多的经典，在第二次回想所做的事情，答案通通是名扬两利。今天听师傅这样开示，你才知道说哦，做法会的重大意义是这么样子的，用心呢，对不对？啊，好。 翻过来啊，八百五十六页啊。这只若一母，如母一时，母子立身不相为缘。上二句和前面两人相异，二意念生啊，下面两句和上面呢、啊，生生不离，此之双意成异呀、啊。 即若意念母亲呢，能能如母亲的念子之心呢，心心相契，母为慈母，子承孝子，不但今生呢母子不离，乃至建立多生母子之言未尽，不相违背远离。二字都是要念去生，如子是众生呢、啊，母是佛。 众生呢、啊？若能意念呢、啊？如来犹如如来念念众生一样，则生佛感应道交，自然生生世世啊，常得见佛，常随佛学，不至远离。比佛即教念佛三昧，又即书亲二意，书就是朋友咯，啊，亲就是母子咯，前面两种比喻咯，盖以念佛的众生念佛之功，见次增进呢、啊，日清日净。 非得见佛可必呀、啊！啊，而且成佛有望矣。若众生心呢、啊，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底下是法合，但合双意呀、啊，不离成意呀、啊，不合单意是无意的。上面两句重在心，必要心意心念，以见口念心不念，一则记持不忘。啊，是但是有时间间断。 啊，一直暂念念着细缘不散，念念相续，念就是常意呀、啊。如果众生心常忆佛，心常念佛，将佛印在心中，念之在之啊，时刻不忘。持印忏主言：凡设立缘物啊，而内心不忘于佛，谓之意念。 譬如世人切事细心呢、啊，虽经历语言呢、啊、来去去来作恶，种种作恶啊，而不不妨密意，前世晚难念佛之心也应如是。八百五十七页，落或思念速速舍还，速速舍还就是重新再来。哎，以前呢有人修行啊，有念一次念一百声阿弥陀阿弥陀心念啊，数数到七八十的时候，哎。 忘记了数到几句了，把这七八十通通作废，再从第一集开始念阿弥陀阿弥陀阿弥陀。他不拿念珠，他心念佛，同时心技术，诶，念到四五十十声，善乱心又来了，把把这个四五十声又当做作,作废，他就这样。哎，一直啊，一直重复的这样训练，很快的就把这个妄念摄回来，先速速摄还，久久就成性。 任应意念呢不劳作意，有福心起妄念的即便念佛，以真念而抵妄念，妄念至清。若见他人呢受苦，以念佛心怜悯于他，愿其离苦，如是相续念佛，细心能办一切净土功德。这一佛念佛有事有理，前面呢是已经明。 此更略说：若是意念，则专心注意，毫无杂言；能念所念呢，心佛分明，唯此一念，更无余念。余念念念呢，说相续，成就定力。其心论言：其心论的所谓以专意念佛因缘，是也。若离意念，则以妙明心光严照自性。 能所一如，新佛不二，唯此一缘，更无他缘。湛男吉民，成就慧力。所以你看，念佛跟禅完全没有两样。即心就是佛了，起心所谓的虽念，有没有能念可念。如上面所解释的，是理两种意念，普遍三根若是上智，则专修理意念；或有钝根，则专修事意念；或或有中人。 是先修事，然后入理，皆随机宜，未可一概而论。现前当来必见，必呃必定见佛。这个字有点颠倒。现前当来必定见佛啊！这现前见佛者，一现在身中念佛功存，或于梦中见佛啊，那个时候就很多次了、哎，应该不计其数了啊！那就梦中见佛了。 啊！法华经言：若于梦中见诸如来坐师子座，围绕说法者，啊，或于定中见佛，大吉经言。客期取正定四十九日。文言啊！若能专念一方佛，或行或坐，啊，至七七七日，现身见佛，即得见，即得往生。又波罗三昧经啊，定九十天。文言啊！ 若人自是九十日常行常力一心信念，以三昧中得见阿弥陀佛，哎。但是啊，这个修行啊，这有一点不是一般人有办法的，有一点在卖命，嗯，卖命啊。所以师傅主张呢，细水长流啊，时间睡少一点，不要说不睡，然后每天。 正常的生活运作，好好的用功，然后细水长流，时间要走得很长远，啊，那么这个一般大部分要修波州上面，大部分都是出家人，啊，出家人这个我们也看过，吃尽的苦头，啊，吃尽的苦头，嗯，嗯那么观经云：无量寿佛相好光明啊，遍十方界，念佛众生摄其不舍。 所以禅观中皆得见也。庐山出足啊，眼公大师一生三睹圣相，至第三却见佛身片满虚空，这次往生，失次啊，是集众告知啊，前后见佛之事啊，乃谢结诸人精进念佛，果至其时，告别诸弟子，加夫念佛往生呢、啊。那这个当然是啊，庐山慧严大师啊，当然就是。 上品上身呐、啊，像这样都是上品上身呐啊，没话讲的。也有现前念佛声中见佛者，就像往生极因啊。过去啊，葛髻之夫人啊，一心念佛，家里很贫穷，终日以织布为生活。据说一只这个说，就我们常讲穿梭，是不是、啊？用来织布的横线的啊的织布啊用具，这个说。 啊，为什么我对这个印象很深？因为我们一个黄同学小学的时候，一个黄同学，他妈妈就是用这个在、嗯、织的啊毛线的，所以哎，我一看啊，原来是这个。这据说一只这一头啊，啊，一头让啪啪一横，这一声佛号，阿弥陀佛啊，阿弥陀佛。这平年行之不见，平年就是年年呐、啊。 常年累月叫做平年呢、啊，用现在的名词叫做每一年呢、啊，都是这样做。平年行之不倦呢、啊，就是没有没有怠惰了。其父是信道教，劝修金丹啊，劝勤修金丹之术。他劝父也要学佛，其父不从，遂各修其道。 他念他的佛，你念你的丹。一日啊，正在织布啊，念佛声中，见弥陀啊现前身于空中，遂即礼拜，乃唤这个葛季来，来来来，看看看，看到佛现前呢、啊，这啊，葛季啊，啊，哎，这个葛季之啊，只看到佛的上半身，哎，只见到佛的上半身，这葛季之还没，还是有点善根呢、啊，但是没看到。 不过看到上半身已经不错了，啊，庄严光耀，也就是礼拜，由是信徒啊，夫妻同修经业，同生净土。当来见佛者，或报进命中见佛来迎。佛说阿弥陀经言：值此名号，若一日乃至七日，一心不乱。注意这四个字，这个就是功夫成片呐、啊，这一心不乱了。但是这里还有必须。 有的人古，古代古时大高深大德，呃，也有的人在这个一心不乱，广泛的讨论，啊，他们认为这个一心不乱呢、啊、不容易，一般人念的大部分都是有一点定，又有一点散乱心，那怎么办？所以有的有的祖师认为一心不乱是属于上品往生的人，啊，如果是善心念佛，也可以往生。 这个就是一种对大家一个鼓励了啊，一个鼓励，认他们认为这个乃至七日一心不乱，但是我觉得这样讲有它的善巧方便，有鼓励这些，但是很危险。如果你们一心不乱呢、啊？你命中来的时候善心，那就那就麻烦，完全要靠团体的助念跟师傅的加持，这个会很麻烦。所以我认为练到一心不乱会比较好。 因此啊，你每天呢抽一点时间来，或者拿着念珠啊，或者不要拿念珠，然后放那个现在很方便那个录音带啊，或者 CD 啊，阿弥陀，阿弥陀，阿弥陀，不要念得太快，有的人念的那个太快啊，不行的，对，有的人念得快到有一个比丘啊啊，在南普陀啊有比丘的阿弥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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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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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精进的得心中呗，我以前的那个同学就念着这样。 太快了，我说哦，那个不行。他说他这样才能够摄心。我说你这样啊，支撑不了多久。人的气啊，要念佛念的稍微顺一点嘛，是不是？你像这样速度，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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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种速度还好啊。啊，那、啊、有的人他不不不知道看时空啊，去给人家助念的时候，人家往生了。 啊！他是阿弥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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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念到那个死人起来的，时候，喘不呼，起来。喘的。”啊！我看有的人那个团体经念的是“阿弥陀佛”，我告诉你，临命中的时候气喘不过来，这个气不能拉的那么长。对，阿弥陀佛。 那个是已经住那二十四个小时以后，吼，盖棺材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时候，给人绑，就是这种速度，对不对？你如果你念这么慢的时候，阿弥陀佛，那个王子也讲，卡紧耶啦，我,要回我得要等会啊，不然冲卡紧呢，哦，那会受不了，所以这个速度要拿捏的刚刚好，拿捏的刚刚好，因为呢，临命中的时候一出。 他呼吸不完全了、啊，变成喘了、啊。他、啊啊、在最极端痛苦的时候，就是要速度要刚好。哦，所以你平常啊，记得啊，呃，要多修善、多修福、多修慧，然后要一心念佛。那么，把师父的这个往生背啊、金光明沙、三张咒轮啊，再加上这些真善缘，有一个比丘啊。 看到我的流通往生辈啊。在佛教界他也是很出名的，他就批评，批评就说：“那流通往生辈金光明山，三藏做人，那就是叫大家不要修行了。那临命中只要用那个就可以往生，那还修什么行？”啊，他就开始批评师傅，我说：“这个是真上眼。” 那个法师是从来不听师傅开示的，他已经自己觉得很行了。那我们也没有能耐去改变他。我讲往生有两种因缘，一叫做清因缘，二叫做真善缘。清因缘就是你平常要修福、修慧、修善，要一心念佛，这个是清因，自己的问题。可是你临命中。 助念，这个是印光大师讲的。如果你在在生的时候，你有五十帕森多往生极乐世界的能力，临中再加上广大的分班轮轮番上阵的去助念，加起来也是五十。前一年五十，真上年五十，刚好一百百分之百的往生净土。所以师父看了印光大师这个。 除了助念以外，还有什么能够来帮助王者的？哦，那么这个这个往生杯，这个往生,、这个、往生啊，研究不可考，最主要是以前的明朝啊，大概从明朝那个时候，唐朝或者是元朝、明朝那个时候，哎，有这些啊啊，我们的这些法王啊，把它制造起来，写下来啊，这个经文。 范文啊，那么那么把它写下来，有用藏文写下来，能够利益众生。以前是皇帝在赏赐大臣的时候，他对这个国家非常有贡献啊，对这个民族非常有贡献啊。皇皇帝赏赐往生贝一件，那以前的往生贝不是用印的，全部用刺绣的，所以。 唐、元、明、明朝就有很明显的啊，一直到清朝那就更盛行所以以前这个往生贝是不能，除了皇宫里面流通是不可以，反复走卒可以拿得到的，绝对拿不到，绝对拿不到。那么在台湾以前也不盛行，因为大家也对这个也没兴趣。那么后来师傅看了这个根据以后，觉得说。 那既然皇帝赏赐的只有那些大臣有功的大臣可以盖，那么佛佛子讲平等心呢、啊？后来就流出民民间呢、啊，从清朝就流出民间，那么一直不很盛行。那么师乎也不是我创造的，我只是想利益更多的众生。你命中给他一个最重要的真上缘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那么那三张咒呢，完全根据大藏经的。 那、啊、大藏经的六道金刚咒的啊，毗卢遮那佛咒的呀、啊，啊大宝广播，如果善咒秘密陀罗尼，你打开大藏经就有的，念楞严咒、十小咒，就是这个是早晚课的来加持金光明沙，毗卢遮那佛啊金光明沙，那个也是大藏经里面密藏部里面有的呀、啊，事物所作所为都是有依据的呀、啊，我没有说。 你靠的你命中这些往生辈啊，咒轮金光明胜、啊、就会往生。我是说这个是很重要的真相言，可是这些老法师，他就是，包括他的徒弟哦，那个都很激烈，都扭曲师父的意思，因为说那你命中的平常你你不要念啊。 师傅有，慧力法师有这样叫你们。平常不修行啊，我都是叫你平常就要静静，修福、修善、修慧，一心念佛。平常我都是这样教你。那冥命中给一个强大的真善人。有什么不好？让他往生有百分之百的把握，那有什么不好呢？师傅发的心是这么的大慈大悲，跟佛的心是一样。可是这些不就其理的人呢、啊？ 不不知道深入内容的人，也不想去了解我的人，他就开始一直大做文章。所以我告诉座，在座告诉，要做菩萨，这一辈子要吃尽苦头，受尽委屈。你最后一句还不能掉眼泪，你只想救人，一心一直想利益众生。可是这个众生他。 不是这样的，而且有带头。以前呢，在二三三四十年，台湾的法师带头反对讲进的时候批金光明沙啊。这个金光明沙是谁教我的？是唱功教导我的。你说我没有传承，还是有传承？怎么没有传承？唱功直接就教。 那么多的大学生，他只教我一个人。这唱功直接教我的。当时候唱功跟只有我跟他站对面的唱功直接就传授给我。他说：“你要这样解手印，这唱功解手印要这么样观想啊，一千啊，要这样，这就写起来啊。那时候还是在家嘞，所以。” 我们，你这辈子要当菩萨，要吃尽苦头，要受尽委屈，第三还不能掉一滴眼泪，你要勇敢的站起来，因为我真的想利益众生，所以现在你看，在中国大陆、台湾呢，拿到那个咒轮啊、金光明沙王身边，多少人、无量无边的人感应，感应到非常的强烈，那为什么？ 因为那个金光明沙加持了几十万遍了啊,啊,啊，这个讲经讲到这里，虽然是一段插曲，你就会了解，要和丹珠来交业发菩提心，要当一个佛的真子，他除了大智慧以外，还有大勇敢的心，不怕委屈，不怕吃苦，不怕诽谤。 你才有今天哦！那现在呢？在台湾省，你看，你只要你在电视上看，在路边死的，哎，盖，哎，也懂得盖王生辈你不必从我这边拿，没有关系；从我这边请，没有关系。哎，他还懂得盖王生辈你看看，全台湾省的，到现在王生，啊，当然少数也，哪一个不盖王生辈你知道吗？这个王生辈 金光明沙三藏中人是谁提起的呢？就是瓦达库西喽，哎，就是这这啊。